大家好，什么大家好？反正就是我先要给大家看看我怎么缝的这个小玩意儿，不太会弄。就是你看你要数格，你要从这边开始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七的话就是从这个洞开始，然后我们就。要从这个洞这儿开始，先把它弄大一点。哎，是这个吧？然后我们从后面找到它，是吧？是它吧？我看一眼，哦，没错。然后把它拉出来，再把这个拉下去。这其实还挺简单的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得比我都好。完了。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卡住了。